海碧是前香港区议员，主张修法吸引国际资金，建构亚太营运及金融中心，以及推动淡水林口国际都会化。徐百碧自从决定要在台湾参政，便开始了解港人参选的法规，希望能提醒香港青年立足台湾，延续香港民主香火。这是继英国国会大选之后，台湾也开启香港民主传承，愿香港价值生生不息。我让大家失望了，我要在这里深深的表达我12万份的歉意，抱歉，对不起大家。如果你们要筹了，民进党就要战争。哎呀，说了吗？就说了呀。你们辩论什么蓝绿白，搞什么辩论，我都看不上。你只是一个省一个区，等于啥都不是，狂狂的不得了。也是应该，我看状况好像我在这里啦，拿到一定的票啊。我有办一个海外观选团嘛，这个对台湾也很重要了。现在没有人做了，民进党做不了这个事情啊。你能不能过来跟海外的华人打个招呼啊？由70年代开始参与这个社会运动、保钓运动，对政府不满的，对人权的追求啊等等，我们都参与。最重要一点就是天安门运动啦，完全是由香港来支配的。但是这些运动我们都不能够，到现在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够说，也不能说，因为有些影响很多事情啦。啊，长寿面啊，徐百地送给啊，你好。我是老顽童徐百地。你好，我是徐老顽童。你好，我是老顽童。长寿面啊，吃过长寿徐百地啊，长寿面啊，健康长寿长寿面。好，谢谢。是你啊，我都没看到你要选立委啊。啊啊，对对。我你的邻居啊，你忘记了？我记得去了。帮忙投票，叫其他人投票啊。我这么老还要搞这个事情，就是老顽童了。一号徐百，哎，对对，谢谢你。徐百地好。啊，好，谢谢，感谢，感恩，感恩。你说他香港人，啊，香港人他可以取得台湾的候选资格。那我们礼拜六、礼拜天的机会。哦哦哦，谢谢。啊，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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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就听你们，这个。教训啊，你们指导小弟做事情好吗？好啊，谢谢谢谢。你的理念啊，你的理念、啊，政治理念，你要变啥？你变世界和平，你我都跟你讲啊，你无听。无啦，你世界和平，我跟你讲。世界和平，夫妻不要吵架。世界和平不是你我讲，一起讲，一起讲就对了。他那天吃饭啊，弄点饭给他吃啊。有啊，碗筷在那边。哎呀，弄点饭给他吃。不好意思嘛。好吃吗？好吃吗？好吃，我觉得做快进啊。这个台湾人是讲台语叫做“吃我人吃一个袂消”。在这个证件发表会啊，我讲过。我希望台湾是一个能够对世界有贡献的国家。因为对世界有贡献，就让台湾就交很多好朋友。好多好朋友保护台湾，像你这一种是为了理念呐、啊，对对不对？对，你很期望说这一次你会没有会很高票，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可能，不要说不可能，有可能，但是你就是认为说你要把这个理念就散发出来这样子，对对对，对不对？完全是，还是感谢你的，就体谅，所以没有目的的选举，这个就是很厉害的。
对不对？干嘛要当选啊？好好，谢谢谢谢，恭喜，谢谢谢谢。哎，但是这边这边对不对？哦，得得三票哟，一票两票三票。有想过要参选，后来苏文志他们找我，我希望找到其他年轻人啊，找不到没有办法，就会要老马上阵。吃了你的鸡饭了，有比较好了，谢谢谢谢，有比较好了，没有好啊，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很厉害耶，我找了六个去耶。对啊，你的脚我找了几万，花了几万过来。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那、啊、你好一点，不清楚。哦，那我要好一点了。刚才还叫他正确睡觉。他是感冒还是怎样？还是确确诊？没有感冒，没有，没有确诊，差不多，没有确诊，上次都没有。全部都是台湾，我们都是台湾人呢。都是朋友，都是朋友，朋友啦。是朋友，不是邻居。因为我从前这里是咖啡啊，啊对啦，只是房产。对呀、啊，对呀、啊。还有投票权吗？行，在这里生的嘛，那可以啊。我有啊，是单纯吗？我有中华票。哦，那你多一票了。哈哈哈哈哈哈！就睡了。哎，你正去睡。他好像很累耶。想睡觉了，没有错了。对啊，他好像很累。对呀、啊，对呀、啊。有没有给他看医生呐、啊？我对一些很激进的香港人来讲，我的表现是不好的，因为我们是老民主派，因为对香港政治民主的步伐，不够快，变成让他们受害。他不满意路线，老民主派就是一步一脚印去抗争，啊，去争取，要面对现实。七百级紧张，打造文化北海岸。推动淡水河疏浚及整治，恢复流域水上交通。我是丫头，我是跟东西的。要不要签名报道一下？等一下，哎，报告好了。大概到2020年啦、啊，反送中后啦，就刚刚有疫情啦，我就留在台湾啦，没有回去啦。刚刚好要避开这个国安法。所以这个如果没有避开国安法，我也可能去跟我们的兄弟啊、手足啊同在监狱里头。因为我虽然是不太有名，从来都是很强硬派，我是强硬派，但是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强硬派，一个是合理非派，合理非派，对啊，我两个都是，两个都是。啊，非理性，非暴力。啊，晓得明白。还有一个西林灿，四方名人人士啊，我们的这个神职派，都是让共产党不能存在一个道理。喂，弄晒哇！啊啊，都弄了，没有弄啊？弄得很厉害。哎呀，真的是弄了。啊。可以了，刚刚没水了，有什么关系？太忙了，哎。分几趟？神，你放在这里先。哦，我载人过去，载你们过去先。OK。嗱，我即刻马上回来走你们。建构南控股金融中心。你好，我是徐美丽，第一位香港艺人参选台湾立委，台湾人士主义。卫星的来，可能有一点紧张了，不然。卫星就为什么有这个警报呢？没有需要啊，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选举太紧张了。啊、哦，真好！啊、哦，太高兴了，看到你，啊，哎呀，好久没有见你了。你看看，你们光拥抱我们没有的。太太来了，太太吴太太呀、啊，太太没来、啊。太太没来，太太哦，那你可以为所欲为啊。对呀、啊。支持百亿一号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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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算。我们是满洲国，实际上是一个流亡的政府。满洲国呢，就是一直在二战之后被中共的侵占，非法的殖民。所以呢，我们一直要求是满洲国复国。台湾有这种这个现在，人民要有勇敢的站出来，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心爱的政府。中共的恐吓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这个跟马英九政府当时讲这个，我们的两岸可以谈判和平。但话说回来，蔡英文采取个更强硬的政策，就是柔性的、弹性的一个政策，非常有柔性，但是非常强、非常的坚决。台湾也没有发生战争。这位姐姐，拜托哈，二号的国文哈，你好，这位姐姐，拜托记得投票二号的国文。그분들이잘안나오시는것같아요그분들의삶이여기서저어떻게사시는지좀궁금하긴하거든요어떤지말씀좀해주실까요香港人的这台湾的生活怎么样呢他想要拆帮可是很多人有几个香港人我不要 interview 其实在台湾生活跑遍是很艰难的很艰难的有些状况是身份不明啊不晓得这个结果啊所以这个身份不明他们就活去活从也不容易，也不容易。但有些是他们一心来台湾的，原来，但是因为台湾很多考虑，让他们就不容易在这里生活，变成他们就好惊弓之鸟啊。对很多这个对政治这个状况也很害怕了，因为有害怕有一些后果了。那你有遇过在台的香港跟你求救？要担保的人太多了，因为这个是废纸，要工作啦、居住啦、路委会啊，很多地方都一定要担保的，因为害怕你啊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啊。大概2020年开始到2023年底，我超过20个人了。为什么会关注到徐百地先生？今天香港，明天台湾。Maybe， 和后天 maybe Japan or South Korea。其實小白地中不中咩關事嘅，最重要佢就有一個香港人發聲嘅咧。認識他3個月到啫嘛，二次啊嘛，一個香港人都唔嚟，一個香港人都不嚟。我看都很丟面啊！新北市呢個政策唔啱啦，買樓要買埋，要買樓買埋呢個停車場，你即係咪增加車輛？你用選民的這著名的身份有建議他就對。我冇講，我冇講，我冇。我哋都咁出聲啦，我哋啲小市民，人哋點會聽啊？我哋啲小蝦米嚟嘅啫。但你不會去投票對嗎？我啱啱嗰日有啲事忙，要工作。你揾食嗰個大佬，投票都揾食噶大佬。請各位鄉親會是寶貴的一票給。我兩個黨都投過，係嘛？個希望啊，點知個希望越大就，唉，都唔知冇一個為年青人。你係為年青人嘅，點解唔可以割炸啫？安居樂業呢個全世界都係噶啦，你想話發展得好咧，就安居樂業咗啦，年青人。呢個世界money嘅啫，係嘛？你移民嚟仔女嘅，或者咩嘅，你投資就仔女嘅，你有風險噶。買股票一樣，點樣就係、是，哇！人哋擔保你什麼？冇人擔保你噶嘛，你投資嚟噶嘛，大佬，係嘛？你認為值得嚟就嚟，唔值得嚟就唔好又嚟，對唔對？呢個實際嚟噶，咩人都咩重要，最重要你咪用心做人。你個心都不正嘅，你講果然都沒有用啊！話聽，能包容嘅全世界都和平。不包容的永远都有斗争。
適應環境啊，適者生存。五位请仰望，我姓徐百定，一位香港议员参选台湾立委，台湾维新青年。徐美帝动战。当时在反送中的时候，台湾对香港的移民政策太保守。总体的和平是什么？那我们认为就是中国大陆要民主化，才能够降低两岸发生冲突。徐百地的参加，看能不能带动更多这些民意人士对台湾的民主的参与。但是台湾在2016年，民进党执政之后，后来成立了一个叫做促进转型正义的委员会，针对重整事件做一个调查报告。刚刚大家可能有去，我们就是在台大成立了一个重整事件纪念广场，那这个部分也是跟台大努力了大概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感觉大家会觉得说台大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地方，但是其实台大的学生或者在学术方面相对自由，但在台大的整个行政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保守。我早就回不了大陆了，担任过中国之春的负责人。那中国之春在中共当局的眼里是一个反动组织。我还记得，就是198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得到了香港市民非常有力的支持。所以可以说，大陆的这个民主运动和香港的这个反送中也好，或者这个反国安法也好呢，可以说是一个血脉相连的这样一个关系。徐百地先生昨天第一次见面，我很理解了，因为我到美国的时候从来没想到会留在美国，唯一的这个愿望就是在美国把书读好，将来回中国大陆去为中国的民众服务。但是忽然有一天就发现这个不现实了，那个痛苦，这个是我也很赞同徐百地先生提出的这个中华不爱、台港共荣这样一个观念。那我觉得台湾政府也确实应该担起他的一份责任。冠准团是徐先生的，他不能带团，所以我都现在就走马上任。前两天是冲刺啊，这两天他现在再不出现的话，他完蛋了。徐大哥估他有2万票哎。没有，2万，不可能。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韩国瑜的跟蔡英文的选举。那你想一下，2300万人呢，有那么多人出来投票，还是，就是说他们的公民教育是比较丰富了。整天在路上走，你不觉得这些人会对国家社会有什么特别的改变？但是到了选举的时候，你会发觉哪一些人，他愿意早上一直排队排2、3个小时为了投票，结果我就比较蛮感动的。新北市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1号徐百地，来向各位乡亲请安。转全纪业了，我支持你。哦，谢谢，谢谢，感恩。好，谢谢。我是要朝你决定投票。哦，谢谢。我的文宣的表现，在很多场合里头还是有效的。我看就是这样，不会下车。啊，徐百地，谢谢你，谢谢你，徐百地，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进来乡亲时段，你好，大家平安。你话威完好，欢迎何伯的团队。你好，我是何伯文的太太。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候选人在这边发传单，这个本人我就一定投给他。送你一颗爱心耶！我是徐百地，让这个打破垄断，要创造奇迹，由你们开始啊！我不是骗人的，我相信，相信啊！好，谢谢你， okay, 加油，加油！好，谢谢，谢谢。你怎么房子卖到跑来这里呀、啊？我在选举啊，明天投票啊。我奇怪，你好面熟。哦，是。啊，明天投票啊，支持一下。他来这边还不错了，投资的不错了，在台湾投资房子，赚不少钱呢。谢谢徐百地，谢谢你啊。有句话，慢性可以发大财，我们这也是要慢性保平安。
国际都会有东西发展一些经济体啊，发展一些更好的这个生活状态的、啊、生活圈呢、啊，让国际人容易来这里投资。很多国际人在这里啊，他们变成我们的人质啊。如果大陆要打过来，我们这里有很多有不同国家的人质在我们手上，你打过来，他们就国家就跟你算账了。用你们的选票创造奇迹，用。对，今天记得要去投票哦。谢谢，好了。嗯，大哥，保重啊，保重啊。站在这里可以吗？不能过去吗？不能过去啊！为什么能过去啊？我们投票的会过去。我们可以过去吗？你们应该过去可以吗？在这里啊，不要超过红线，不要超过红线。哦，好，谢谢。我们从美国过来看的，飞了半个地球。这样公开的来帮他，你不担心吗？不怕嘛，做自己应该想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现在在香港什么都做不了，我很喜欢这里，尤其是政党的交替，输了就输了，赢了又可以想，就是讲我们香港没有这个事，就输打赢又，就是他们的没有香港没有这个地方。不会看错吧？2317票。哇！动算，摆地动算。你这样讲，我就好像夸唬我了。那要跳楼了吧？就说了。没有这么离谱。这两万票有紧张？没有。不可能，多少票？一万票了，一万票是吧？哦，你这还在进行中嘛，对吧？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多少票了。我再话未达到你一个胜利，没有，不可能啊！反正因为你第一次了嘛，以前你有从香港过来，呢啲街坊啊，或者呢啲梗系咁，我就觉得系正常嘅啫，第一次。来吧，亲爱的伙伴，让我们先相约，举杯祝愿。祝愿你，祝愿你今天有这么好的结果，比我们想象的结果还要好。这么多的朋友支持你，挺厉害。香港有希望，中国人有希望。